对，那就像这张图片一样啊，我刚收到一条短信。那我们平时就会经常这样说，啊，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，你发短信给我吧。我现在还在忙，我接不了你的电话，你通过发短信来告诉我啊，要做什么吧。那我们手机收到短信时，就会有叮的提示声，啊，我们就会知道短信来了。啊，主要是呢，短信呢，啊，在我们的口语里，哦，在我们的认知里，通常指的就是这个手机自带的这个短信。对，就是通过手机号，通过手机号就能发送的这个短信。好，下一个呢是。